干什么？不想被发现就别动。哎，你这边，那边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怎么回事？听不清了。不是你 A 他呀？你站那么远干嘛？顾子君，快查查。应该是有其他频道的信号干扰，信号源离你很近。看来另有目的的不止我们一个。二十，陈哥，说的东西你都计算好了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把财产都计算清楚了。哎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毕竟你们两个要离婚了。关于你的私有财产我大概帮你计算了一下，合规合法，也省得他找你麻烦，你以后就恢复自由了。你说的都对，听你的。来，是这个数吗？确认一下。宝贝，你真聪明，算的一点没错。够了，现在所有的信息都已经确认好了，我马上把这些内容同步给李晨的妻子。你抓紧时间，赶紧撤。晨哥，你先喝口酒，我去一下洗手间，马上就回来。快点啊！嗯。哎，接着玩。先生，您的酒。谢谢。请慢用。等你啊。嗯。这个女的有问题，给我抓起来！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兰碧，李晨突然醒了，快！到处都是李晨的人，穿过舞池，在你的三点钟方向有一个消防通道，那是你唯一的路。黄泉路吗？黑长裙，你干什么？又是你！不想被发现就别动。你这边，那边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这边。